招啊，一摘摘，就是这样的。然后摘呢，如果读出来说摘这个音呢，它是还有这另外一个形式，就这个是吧？这个它是元音的新的意思摘。那这个跟别的一起用，所以摘呢有这两种形式。这个刚也是你看，这个也是刚一样一样是吧？这刚刚，好，这是第一个变形啊。 OK 吧，第一个变形就是这个两个小的这个短音变成一个放上面了，啊，这第一个变形。然后第二个变形呢，是这个短音，你看 a 有两个意思 a 是吧？这一块变形其实是一样的，一个类型的变形，就是 a 它变成什么了呢？就是变成了你看这样的，就是把这个换拿掉。 换成了上面这个写的时候是这样写的，那个呢，以后我们就把它看成一个短音符号，这个是这样，这样，啊，这样写的。我们把这个看成短音符号也行。这个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你看，如果你这么读的话呢，它是长音啊，要读成，这个还记得吗？这个要特殊记得要读成什么呀？ N 对，如果没有这个短音符号，就是 pan 是吧 ？pan 有了这个就读短音，别的都不变。pan 声调不变，声调还读第一声。那你说，哎，以前声调不是变吗？对，有了尾音了，声调就不变了，跟长音是一样的。可以，可以读成 pan 啊 pan。 好，那这个也是一样了，这就读成。 ban，对，这是 n 嘛是吧？如果没有这个呢，就是 ban 长音嘛 ，ban。那有了这个就是 ban，啊，我是中国人，馋 ban 坤金，这个 ban 就是的意思是吧？好，然后这个你看这个如果没有短音呢，读成 ban， 这个 n 是吧 ？ban ban 长。 加短了就变成了，对，然后这个呢就注意了，它是高辅音，高辅音的长元音要读成第五个声调是吧？不，好了，就长短，这时候长短一样，声调一样了啊。我们先读没有这个，读成 hen hen 长的是吧 ？hen 第五个声调 hen， 如果有短音符号就是 hen hen 对。 对，这个就是第二个变形，就是这个也是本音呢，这个 a 那个 a 变成这种形式，这是第二个变形。第三个变形呢，其实是一类的啊，就是那个 a 变形，刚才是 a 是吧？就是 a， 它也变成这个形式，只是说这个要写两个嘛，就是 a 嘛。这个变形呢，嗯。 比较少见吧，但是也有比较少见，然后也不太好读啊。你看，如果是这样的啊，这样的话，你看是 a 和 n 是吧 ？a n n n 是吧？这个组合不太好读，a n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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长音就是 n， 短音就是 n n 是吧 ？n n， 然后呢，这个还是一个高辅音，要读成第五个声调。 ，ken，ken，对，我读长音啊，ken长音，ken，ken，ken，变成，ken，然后呢，这是短音了，要读成，ken，ken，对，南啃，南啃就这个，对，啃就是硬的意思啊，南啃就是硬的水，硬的水就是冰，对啊，ken，然后这个呢，他举的例子是。 其实还有 n 的例子，这个举的例子是一个浊尾，你看这高浊尾啊，这个读成 tag， 这个我们单独讲，因为这个浊尾另外呢，就是浊尾的有这个符号的都是外来语，这我们会单独讲啊，那是一个浊尾。好，这是第三个啊。好，第四个变形啊，比较难了，就是它比较难认出来啊，这个是。 长元音变形，这个还这个读什么？这个
是吗？那个，这是那个单元音二里边的那个长元音，它怎么变形呢？它如果加一个尾音呢，它变成这样的形式，意思就是说把这个 o 拿掉了，这个 o 拿掉了，写一个小 e，我们学的 e 那个 e 放上面了，对。对，所以你看到有这个和这个的时候，那单独讲是你是吧？但是它有这个以后，它就不是了，所以就要小心了啊！所以这个很容易被读成短音，对吧？因为我们脑子里面印象中这个是短音，但这里它不是了。所以呢，它就是把这个 o 去掉了啊，把这个 o 去掉了，然后变成了小 e 放上面了，那这里边我们就不是 e 了啊。那它怎么读呢？啊，你看就是这个要读成的，是吧？的嗯的对的还是长音，长音的就走的意思是吧？啊，的就走，然后这个也是，这个又来了，这个要读成嗯的音，对，它就特别急，要读成嗯的音。好，那这就是这是车是吧？车是车嗯是吧？车嗯车车对，车就是请的意思啊，请坐车那，车就请的意思啊。好，然后这个呢，还是就是这个要读成嗯的音是吧？这嗯的音，所以应该是嗯，就是嗯。对吧？然后就是车，先读车，乘，对，乘，它是车，先车，然后乘，哎，不太难读啊。这个哈，所以它有两种，第一种呢就是把 o 去掉了，然后变成这个形式了。那如果它这个尾音呢，它后面加的尾音呢是幺的时候呢，就又不一样了。如果是幺的时候呢，它连上面那个小 e 都不要了，就直接变成这样了，就感觉上好像是 k 1是吧？就很容易变成 k 1，但它不是 k 1，它是科 1，对，科 1，对，科 1就是曾经的意思嘛。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，那你读 k 了，以后有 k 怎么读啊？它没有这种形式，它只有 k 这个音，没有 k 一这个音啊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可以，要不是 k 一啊。所以那个 klong dei 那个 klong dei 那个地方，然后我们中国人就会说 klong dei 是吧？读成 klong dei，它是 klong dei 啊，klong dei 对。那是哆的啊，这个对，这是哆，这是的空的就是白的叶子，空就是小河或者渠沟渠般的沟渠啊，那空都是有河的意思啊，沟也行。好，这个，所以这个第四个变形啊，加斯敏，你要那什么？这第四个变形呢，比较难认出来啊，它也不是难理解，难认出来。就是说，第一种呢，把 o 去掉了，上面加个小 e；第二种呢，当是一的时候，这个1的时候，连那个小什么也不加了，这是第四种变形啊。然后第五种变形，第五种变形，咱们这个轻微辅音学的挺牢啊，就是弄了好几遍了，这个这变形弄的基础打好了，蛮难的，还挺难的是吧？一开始觉得可能开始觉得有点乱，就找不到规律一点，就是学了，对，叫就是记吧，就得硬记了。好，这种呢，第五种是什么呢？你会遇到这种，就是两个辅音在一起。没有元音，你不知道怎么拼。那没有元音怎么拼呢？它不是没有，它其实是有，把它省略掉了。那它有什么呢？就是两个辅音在一起的，其实有一个"哦"这个音。你看，哎，不对呢，就这个字儿啊
哦，这个音在里边。意思就是说，这个 call 就是 call 和 n 字 call o no 坤坤，就是说它里边其实加了一个这个 o o 呢，我把它写成这个英文的话，其实它就是加一个 o 里面，这但是这个 o 不写。那这个 o 是哪个？这个就是啊，就是那个 o o 是吧？啊，坤对，坤坤，里边那个 o 它不写。这个呢，下面这是高辅音了，高辅音还照样得读第五个声调，所以是捧捧，对捧，对捧就是我 男生的我或者是头发的意思啊。啊，第五个变形就是两个辅音在一起，中间藏了一个 o。如果一下子这个。是有点难度啊，我们已经复习好几遍了。错过了，没关系，回去好好。可以，对，你就记吧，嗯。然后下面这个呢，这个变形就是，这个是哦，对不对？这是哦哦，这个变形它是本质上就是说，哦是短音，但是呢，它用这个与它。因为哦的原长音是这个，对不对？哦哦，他俩长得不像，就他俩是一对儿的啊。他用这个长元音来表达，但是怎么能表达出短音的效果呢？就加了一个短音符号，他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用这个长音来表示这个短音，然后加一个短音符号。那至于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我是觉得他可能这样就比较紧凑，结构比较紧凑，这个呢拖的比较长，是吧？就是那个字节拖得比较长，不紧凑，它这个比较紧凑，所以他就用这个长元音的加短音符号表示这个短元音。所以这个呢，你一看这个是长音是吧？如果没有这个符号是长音，这个短音，就这两个都是浊尾，它读成什么啊？这短音读成 got got got， 这是读成就是 chok g chok chok 对 ，got 啊 got chok。有这种形式的啊，就是浊尾还加了一个短音符号的，通通都是外来语，都是外来语。所以呢，这个我们学浊尾的时候，我们再单独把这一类拿来讲，再说一下。哎，老师，我刚才有点忘了，这个短音的这个的话，它不用发二声吗？你说这个短那个浊尾的是吧？啊、嗯。首先呢，浊尾的它的那个又变了。左尾的右变了，好，另外呢，到了尾音的时候了，就是那个长短音就是没有区，都发长音的声调，只是有长短的区别，但声调没有区别了。到了尾音的时候，哦，那就是这个还是发一声，是不是就这个高？其实它是这样的，如果是因为我还没讲，左尾是如果是没有的话呢？它就发第二声调，读成 god god 的是吧 ？god， 如果没有的话是发 god。那这个你为啥发 god？ 哎，它就是一个那个发音规则。到了浊尾的中和高加上这个浊尾，不管长短都是第二声调，就读成 god。但是呢，因为它有个短音，有个短音以后呢，它就变成了一个外来语了，所以单独记它就读成 god， 没有理由，它就读成 god， 它就读成第四个声调。所以基本上有浊尾。还有短音符号的就发第四个声调，这就是一个外来语的一个特点，这都是外来语。因为我脑子里我一看到这个，我会想读它高，我会读二声把它降下来，因为它是个短的，我就有种感觉好像降下来，但是不是这样理解的，对吧？对，我知道你的意思是说，哎，中辅音加一个短元音不是嘎是吧？嘎音往下降嘛，对吧？嗯，其实呢那个如果是左尾的话，加比如说是这样的啊，左尾加一个短的，它其实它也是读第二声的。你看这个啊，这个大家能看到吧啊，这个高啊等就是嘎，对，是第二声，没问题，是第二声。但是它有短音，就是左尾加短音符号，这是一个外来语的标志，它就是外来语。哦。二来语就只能它就是没有理由就发第四个声调。哦。对，它是特殊的，这不是正常的一个左尾。我们再单独讲这个，明白了，就是发四声了，发第四声调还短的，
还短。对对。浊尾加。对，有浊尾的时候还有短音符号，那就是外来语，它是个外来语，它举这个例子是个外来语。实际上用这种形式它都是外来语。嗯。就是说用这个长元音，用这个短元音来表达的，它都是浊尾，然后都是外来语。这就是有一类啊，这一类，它不是典型的那个浊尾的那个发音规则。那么现在轻尾、浊尾都讲过了啊？其实没，它只是讲这个变形。啊、哦。变形里边它是夹杂了点浊尾的变形。嗯、这个就是浊尾的变形，但是浊尾我还没学多、嗯，还没学呢。对，浊尾还没学。其实浊尾简单，你看书上写的浊尾挺复杂，其实浊尾更简单。这第六种吗？这第六种，对，这第六种，第六种不是很常见。哎，浊尾的我们还会再讲啊。第七种就是最后一种了呢。第七种呢是个长元音的变形，这个呢它是一个复合元音，读成呜哇呜哇，对，呜哇呜哇。它如果再加一个尾音的话，啊，你看这些都是尾音，然后就变成，你看变成这样了。就是这上面那个小啊它不写了，当这个呜啊呜啊后面有尾音的时候，那就是正常的，比如说我就读成噜啊，你正常写，这个不能省掉是吧，上面这都正常写，不能省掉的。什么时候能省掉呢？后面有尾音的时候，轻尾浊尾都是一样，都要省掉，所以它后面有尾音呢，那这个腰是尾音呢，您这样就是噜啊是吧，噜啊噜啊，加个一就噜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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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它就是尾有尾音的，有尾音的时候呢，上面那个就不写了，那就变成这种形式了，变成这样了。那这个呢也好认，在哪儿？只要这个哇它在中间儿，前面一个辅音，后边一个辅音，它在中间儿，那这个就是一个元音，就是这个复合元音，它是它是复合元音。但是如果这个汪在那个结尾的，在那个尾部的时候啊，它就是一个尾音了，它是个尾音，这个它不是尾音的吧，它是个变形，它是一个元音，看起来像是尾音，那汪是尾音呢，你看这三个都是看起来都是辅音，对不对，没有元音，实际上它是一个元音，我刚才说有点说错了吧，其实都是元音啊，它就是个元音，它上面这个省掉了，所以呢要读成噜哇一，对吧，噜哇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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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嘉欣姐你听过那个噜哇一这词儿吗？有钱的意思，嗯，有钱，嗯，噜哇一，嗯，有钱，嗯，然后这是这是一结尾的，就是它也是一样，所有的都能接啊，就是噜哇噜啊嗯噜啊噜啊噜啊，对，噜啊嗯噜啊噜啊，嗯。那这个呢是第，这是第五声调了是吧？高辅音是吧？这是数啊数数啊嗯是吗？数完数完，对，数啊嗯数完数完，对，数完数完，啊，这是数啊一。数围，数围，对，就是数围啊，数围就是公园呢，那个园啊，公园、果园，什么榴莲园啊，花园那个园啊，数围听过是吧？数围就是漂亮。魏老师，有的时候读的时候啊，就会有一个挑战性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咱们在学的时候呢，这一个词儿它是单独给咱抠出来的是吧？就嘣嘣嘣，你这么放这儿了。但是当它泰语呢，因为它是连在一起啊，连在一起，它又不是，它又没有什么逗号啊什么的，又没有分，它的挑战性在哪儿呢？有的时候我去试着去读的时候，我发现它的挑战性就在，你就比如说第一个这个 loy 啊，这个 loy 如果这个yoya 这个后面如果它又跟了一个继续跟的词儿，它肯定要跟词儿对吧？因为它是一段话哈，刚跟词儿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就会迷惑和前面的那个第五个那个变形儿，就是。变有形变为无形，就是那个凹短凹变成了无形，有的时候就会迷惑，就不知道这两个谁跟谁拼，谁跟谁拼，对，你看这个咱们很明显是他们是一家的，跟古文一样，识文断字嘛，啊，
嗯，就是你读错了。没有标点的吗？对对对。你断在哪里，它意思就不一样了。其实我们古代古文也没有标点符号。古文也没有标点符号。对呀、啊。所以断在上面，断在下面，你就不知道。那你说咋能知道呢？读多了就知道了。对，读着读着就知道了。对，就是有的时候就有这种挑战性，有时候读的时候好像觉得这两个到底他们俩应该在一起呢，还是这个词儿它是？有的时候好像跟前面也能拼，跟后面也能拼，是吧？就是这样的，有，这样其实是比较少的，其实比较少，大部分都是能分开的。你读多了就一眼就分开了。是不是也就是其实咱们现在这个词汇量还不够大的原因？对，就这个问题，就是有这个，就一开始的时候有这么一小段都有这感觉，但是读着读着这个很快就能过去，很快就会过去，没这个没。就是我觉得我们读啥是问题的，我们读中文呢，你看中国人像蹦豆似的，嘎嘎嘎就读得可快了，是吧？太稳了就不能快，长短这个特别重要，就把长和短要分出来，该长就长，该短就短，然后别读快，这个是挺重要的。那个至于说它前后分开，这个很快，这是一个小的那什么，很快就适应了，这个不是问题。对，这是有点这个，每个人学都有这个。嗯，开始学也这样，但是那个很快就过去了。这七个变形啊，嗯，谢谢啊，七个变形。那我们那啥吧，就来这个。学点那个卓辅音，这回。学点卓辅音。啊，然后那个，我们还要复习几次。卓辅音还没教出来。你老师也说，那个今天咱这个清尾音不读了。可以不读了。因为我算时间，我有点差点不敢，来不及，有点那什么。那咱们学卓伟，那咱什么时候结束啊？三月末。三月末。我4月初。三月末放假。吃点东西，把那个我把那个什么发到我们那个群里吧，那个卓伟的啊，那个吃点莲雾，对，还有石老师拿的菠萝，啊，补充点能量，这是属于能量觉悟，能量菠萝。老师刚才这个录的时候，它掉了一次，所以它分成了两个视频，不知道咋回事。